们现在继续介绍那个给脊椎侧弯的朋友的活动。然后你就是四足跪姿，你的手掌心在你的肩膀正下方，然后两手用力是平均的。然后呢，你的胸骨打开 ，OK， 然后也不要夹你的那个肩胛骨，所以肚子要收紧 ，OK。肚子收紧后，膝盖在你的骨盆的正下方，鼻子吸气，这个确认你的那个脊椎呢，头骨的颈椎这边跟胸椎这边是成一直线，很多人会这样或这样，哦不要，所以我们就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的时候，右手左脚往前伸，哦你往前伸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晃来晃去。所以你要确认你的核心稳定以后再回来，然后尽量让你回来以后你要换手换脚，换手换脚的时候你当然会有你的那个核那个 weight 你的权重的移动，尽量让那个你的那个平衡移动到最小。好，所以你核心要很用力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再往前伸。好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往前。随时提醒自己，肩胛骨不要往前夹，所以你要往地板方向用力推。吐气，吐气，吸气回来，吐气，吸气回来，吐气。好，好了以后呢，你看自己可以做几下就做几下哈。我前面有讲过，就是。千万不要就是想要很快的达到效果，然后强迫自己一下子做很多下，这样反而不太好。然后还有呢，刚刚那个就是训练你的平衡 ，OK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你脊椎可以往前延伸的动作，我们之前也介绍过，就是游泳的动作。游泳动作呢，一样是你的肚子在垫子上面，然后手伸长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你的头顶好像有一个绳子，把你往墙壁的方向一直拉。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呢，最主要的目的是训练核心，还有训练我们让我们的脊椎延伸。所以你一定要感觉到你的手跟脚往相反方向拉长。OK， 然后鼻子吸气，右手左脚往上，头也往上抬。这时候你肚子很用力。鼻子吸气下来，嘴巴吐气上。鼻子吸气下来，嘴巴吐气上。好，如果你习惯了以后呢，你就一样，你身体不要这样晃，所以你肚子要很用力。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那有的人呢，坐久了以后他会变成那个手肘在抖。我不要那样子，我要你真正从你的手臂跟你的肩膀连接这关节动，那屁股也是一样，你是由你的骨盆跟你大腿骨连接这关节在动，所以呢，你的膝盖是一直伸直的，然后所以你的后面屁股后面还有大腿后侧是很用力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二三四六七八。九十，二三四六七八九十，好，做完以后呢，你应该会觉得你的脊椎旁边的竖脊肌非常的酸，那表示你就是用对力气，因为我们就是要锻炼你的竖脊肌，帮助你撑起来你的脊椎 ，OK， 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些。训练你核心的动作可以做。那我们刚刚讲过，你的脊椎呢是胸椎往左边，然后你的骨盆是往右边这样凸，所以你胸椎往左边，骨盆往右边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通常 PRT 老师会有一个位置 ，OK， 然后呢？你可以用垫子，用毛巾来垫，然后比较厚的那个垫在骨盆下面，比较薄的那个垫在你的胸椎后面。然后你做躺下来的姿势，
这样子就可以帮助脊椎侧弯的人，他觉得舒服一点哦。然后呢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因为他的脊椎一直都是弯的，所以他坐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。然后有垫了以后，他就可以做我们手往下伸，我们可以做那个核心的训练运动哦。所以我们可以先做 bicycle， 伸直右脚，弯左脚往胸前，然后呢相反。好，你在做这个 bicycle 的时候，注意你的脚跟你的膝盖是一直线，我不要这样子哦，也不要这样子，所以你是一直这样子，好像正在骑脚踏车，但是两脚是平行的。 OK， 那你的脚回来的时候呢，是到你的骨盆前面往你胸前拉。好，如果这样是可以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做我们之前讲的 Pilates Series of Five 或者是你可以做双脚上下上下上下来训练你下腹部核心的力量。然后记得我们刚之前讲过，就是你往下的时候可以下到什么程度呢？因为越往下挑战越高，所以你先要下到你的胸前不会往前拉，做你代偿的原则为准。 OK， 好，以上呢大概就是一些脊椎侧弯的朋友，我想到你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的一些运动。那我再提醒一次，就是脊椎侧弯呢，可能会有一些其他身体的毛病，像我们Pilates老师是要学肢体评估的。那在做肢体评估的时候，我们常会发现身体一部分的不平衡会引起另外一部分来做代偿。然后比如说你的胸椎往左边弯，你的骨盆就往右边弯，因为你要平衡你的身体。然后呢，你骨盆往右边弯又会影响你膝盖的对齐，所以膝盖也很容易出毛病。膝盖有问题的话，脚踝容易出毛病，所以身体就是一关一关相连的。所以呢，老师的建议还是比较建议，如果你真的有脊椎侧弯的朋友，这些活动给你参考，居家可以做，但是还是以你的复健师或者是骨科医师的医嘱为准。谢谢大家。